大家好，我是杜长光，来自越南。2012年年初，我有幸参加了吉林大学汉语桥线上团组交流项目。这个项目不仅让我提高了中文水平，掌握了汉语言文化知识，了解了更多的中国传统风俗，同时也让我第一次认识了坐落于中国东北部的省份——吉林省。吉大的中文教师向我们分享吉林省的宣传影片，那时我便被那四季分明的自然风光、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独具特色的北国风情、灿烂多姿的民俗文化、乐观豁达的风土人情所吸引。神奇的长白山、奔涌不息的绣花江、广袤肥沃的黑土地，孕育了东北人热情淳朴、敢于开阔的性格。他们在这美丽富饶的吉林大地上不断书写着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的传奇故事。美丽乡村是乡村振兴的底色，吉林省十分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利用生态与文化优势，大力发展一句一业一游的美丽乡村建设、生态观光、农业建设项目。乡村旅游业带动了乡镇经济、村屯美化和乡风文明，并结合互联网加农业的形式，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漫步于乡间小道，你会看到开离数字乡村、助力乡村振兴的标语，同时也能看到将数字与农业相结合，打造扫码寻蛇见美味，将优质农产品带回家的兴趣化采购途径，利用网络平台助力乡村农副产品扩大销量，打造具有吉林特色的地方特产品牌效应。另外，人才振兴也是乡村振兴中关键的一环。我的中文老师向我讲述了吉林大学王岩老师的事迹，他不畏乡村路遥、环境艰苦，复排城市兔于县边招镇边招村担任第一书记，投身于乡村振兴事业，用自身专业能力弥补当地人才匮乏的发展困境。同时，吉林乡村也在完善当地的软环境，创造适合人才成长的好氛围，激发人才的能动性与活力。下面我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伴随着音乐一起云游这吉林乡村的优美风光，一起目睹这片黑土地上所演绎的万象更新与化蝶蜕变。还记得昨天那边春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是我吹翻一间自由走放弃记忆，而如今风依旧在吹，我爱留下跟随白色风色，有人学会闭上梦归，昨年今日仿佛浮现在眼前，寂寞的画面窗边点点增了阳光的夏天，花店中的蜂蝶飞舞一片片，陶造而人的手中夜，花店中的风笛飞舞一遍遍。
吹过的春天，北风吹过的春天。希望疫情过后，我可以去吉林大学继续深造，有机会游览吉林乡镇，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那片被风吹过的春田，去体会正经这风吹过后那蒸蒸日上的新气象、新风貌、新生活。我们中国见哦。